一场规模庞大的学生罢课，最终演变成提早占中，触发大规模清场行动。警方出动防暴警察，施放大量催泪弹驱散群众。九二八呢个日子，对唔少香港人嚟讲，从此多咗一重意义。我哋有四点诉求，请你公开对话，去向香港人问责。对一班年轻学生嚟讲，今次大罢课唔单止系佢哋表达普选嘅诉求，仲系争取民主嘅一次洗礼。今日我哋呢个学界嘅罢课大会，而家即将开始。上个星期一，25间大专院校过万学生喺中大百万大道举行罢课集会。我系中大医学院嘅学生，我系今日嚟支持罢课。成效可能未必大，但系可以俾人睇得到，系真系我哋系即系关心社会，同埋希望更加人关注呢件事咯。我哋系嚟自城大珠商学院嘅，我哋系行紧社工啦。如果我哋而家学生都唔出嚟咧，可能冇晒机会噶啦。呢度就系 Media Centre 啦，随时都可以过嚟呢一度去攞一啲 news 嘅 updates 咁样嘅。罢课喺中大拉开序幕，港大学生会会长梁丽国亦系学联常委。是策动今次罢课的其中一个成员，出席人数超出原先估计，令他很大鼓舞。我们今天走出来罢课已经是退无可退，现在下面都打蛇饼，预计人数其实都一定不会比国教的时候差了。因为其他社会各界对于譬如八三一出了决议之后，其实反应比较大，即是没有预期那么热刺很多东西都。那我会觉得是需要有一些人去告訴他們，其實還是有一些行動我們可以做的，那些就是譬如學生現在 initiate 一些的行動。抗直反篩選，抗直反篩選，自主港人路，自主港人路。學生其實永遠都是對未來有些憧憬的，通常一個社會如果有很多東西是要學生出來講先做先的，這個社會是有病的。年青人的確數大的，就是因為我們原本還有漫漫長路要走，但是可能如果我們出來真的去做一些所謂公民抗命的事的話，其實是會影響前途，是這一堆人都願意去犧牲咯。大罷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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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面都有寫到我們想罷課。你的立場是撐這件事的，但屋企人或者啲嘅老師咧，就係唔撐依樣嘢，有冇依啲啊？有，不如舉下手啊！同樣因為不滿人大政改決定而躁動不安嘅，仲有一班中學生，佢哋響應大學生罷課，喺兩三日裡面已經聚集到200多人開大會商討行動。我哋係希望我哋去罷課嗰個期間咧，係次次好似出面咁樣。日日都唱歌，日日都係嗌口號。因為就算我哋罷課，其實你好似啱啱呢個同學所講，其實某程度其實你就我哋係要拎一個社會迴響。呢、這個罷課並唔係一個終結。究竟大家點樣睇？究竟幾時罷課咧？應該真係話要響應罷課呢樣，其實真係。劉澤係中六學生，佢話喺學校入面得佢一個講政治。人大政改決定第二日，他就主動問校長對罷課的立場。
其實罷課本身個背後就有個公民覺醒嘅一個意思啦。人大其實連落三閘嘅話，其實我哋香港人如果真係唔做翻啲嘢出嚟，佢既然落咗閘啦，咁我哋唉算啦，落咗閘就落咗閘啦，咁我哋就唔做一啲反抗嘅行為嘅話，咁可能中央見到唉咁，如果我哋都冇反抗嘅話，咁下次直接搞條廿三條立法俾我哋都得㗎啦，因為我哋都已經有先例就唔去反抗啦。中学生罢课要过三关，不只要得到家长和学校同意，还要面对社会对他们未够称的质疑。霍汉桥读紧中六，在人大公布决定之后两日，他自发在学校门口派丝带举标语，希望同学关注政改。当一部分成年人选择沉默，我们更加要站起来。这一刻选择逃避，日后就无权选择。当暴政的代表只期望我们只是乖乖地在课室里面上堂，最好的反抗，最好的反抗就是去到罢课。共同上上学，罢课争普选，罢课争普选，我命不认命。霍汉桥形容自己第一次切身感受到政治原来可以好埋身，细到连集会着唔着校服，佢都要谂多一重。校方就话，既然你系着呢套校服系代表学生嘅身份，而唔系代表学校嘅立场嘅时候，觉得冇乜问题。李国昌又话出嚟，如果罢课有用，我出嚟罢啦咁样。但系咁样，即系如果你任何做一件事之前，你觉得好悲观，冇可能发生，嗰件事真系唔会发生。即系正如反国教2012年嗰阵，黃之峰佢哋幾個咁樣出嚟，一開始遊行100-200人，咁冇人知道會成功嘅喎。但係佢哋堅持落去搞，咁我覺得呢個係學生嘅先天優勢，就係去到堅持到最尾，未必會有好好嘅結果，但係仍然去繼續努力，咁先會有個希望出到嚟。喂，有電梯你搭翻出嚟咁？中大果然係中大。罷課第一日。霍汉桥同其他中学的学生放学之后，匆匆由市区赶入中大。我哋讨论得最多的就是点样去建构我哋学生作为民间社会的一部分。他哋当中不少人好像他咁，第二日仲要应付测验。佢哋身為即係佢哋有經驗，即係例如啱啱講緊嘢嗰個，佢話佢哋個年代講緊90年代又話上去即係佢哋嗰陣嘅抗爭啊、反思等等咯。咁唔係聽得好詳細，咁可能上網再睇翻啦。不過嚟到呢一度，我諗中學生最大其中一樣最大嘅就係你要支持大專生罷課咯，因為第一日係嘛，同埋可以感受一下人哋罷課嘅氣氛啊嘛。罷課一日，講真，佢哋嗰班人係唔會理你嘅。萬三人又點啫？即係如果萬三人坐喺度罷課就搞得掂嘅話，香港已經有個真普選。我諗比起迫使中央讓步或者等等，更加大嘅意義係令到我哋呢一代大專生或者中學生關注呢個政治更加多。咁呢個係一個除唔係話罷課，絕對唔係一個結束，而係一個開始咯，一個新一代新一個運動嘅開始。你要有真普選或者真正的民主制度，是否真的解決到香港的問題呢？學聯發動罷課一星期，抗議人大就政改落閘決定。罷課地點由中大移師金鐘天馬公園，又邀請不同院校教授和講師公開授課。一個麥一個音響其實就已經做到，咁即係知識嘅傳遞都係咁樣咯。社會有好多問題咯，我哋作為學生要去諗點樣解決呢啲問題，要去努力咁樣學點樣解決呢啲問題咯。好啦，呢張接凳咧就係邀請梁振英特首嚟天馬公園呢度去見市民，同埋即係同學生對話咁樣嘅。呢一個係一個抗命行動，呢一個係一個冇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嘅遊行。抗命不認命，抗命不認命，誓爭真普選。罷課期間，
学联冇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就游行去中环实践公民抗命。当中，中学生刘泽亦着住校服参加。你出嚟罷得課就預咗一個公民抗命，預咗有接受一個法律制裁㗎喇。咁所以其實我罷課之前都會考慮清楚，已經接受有機會可能記過啊，又或者其實處分或者降操行等等嘅行為囉。我都好想人哋明白到其實點解依家社會病毒嘅情況呢，連中學生都要出嚟遊行啦，點解唔喺屋企只讀書，又或者喺度打機啦。17岁嘅张子贤喺新界长大，关心社会事务嘅佢积极响应罢课。同学早晨啊，攞张睇下。同学早晨啊，攞张睇下。学校虽然同意佢可以派传单，不过就要远离学校范围。一开始都有啲惊咯，但系之后就开始习惯咗，同埋有同学都陪我，咁大家两个就冇咁惊咯。在我們真的有行動之前都有幾次跟校長會面，都有時候就談了兩個小時，有時候就一個小時就談完了，但是都沒有特別去訓話，其實都是給一些問題我們去想，因為始終他們可能都覺得我們未成年，就需要去深入地去思考我們現在做的事情，還有我們的行動是正不正確的樣。政改关系到自己的未来，所以张子贤花了不少时间详细了解政改内容。不过读紧中六的他还要应付出年的中学文凭试，真的身心俱疲的。有时候每晚都咁夜瞓的时候，但是都为住一些好像离自己很远的东西，有时会觉得政治其实离自己很远，不如我放手不要理，都要读回书算了，即可能回归于现实这样。因为可能政治还要争取一个公民提名的时候，太怎么说，太将整件事幻想得太多了。有諗過，即係不如考好個試啦。始終媽咪都會對我有個期望咁樣噶嘛。但係我發覺，咦咁，如果我將來真係入到大學啦，但係其實原來發現，如果呢個社會已經係同以前唔同嘅時候，原來已經自己係冇能力，甚至可能係一啲法律限制咗你去唔俾你去做某樣嘢嘅時候，先發現如果嗰陣時先改嘅時候就太遲咯，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有啲嘢而家做咗，最緊要係唔好令到自己後悔咯。咁其實你知唔知罷課係啲乜嘢嚟㗎？罷課呢樣嘢啦，會比較人多啦。咁當真係有突發事件發生嗰時咧，咁你盡量就應承媽咪咧係第一批離開先嘅。最緊要你就要簽翻學校，佢好註明係學校嗰封請假信。寫明個理由，咁簽翻翻嚟就 O K 噶啦。我覺得佢會有壓力啦，佢壓力來自咩啦？學校啦，咁可能又會有啲朋友會有啲奇眼光望佢啦。我周邊嘅人至少唔會話好支持個小朋友出嚟罷課先咯。係啊，咁至少我聽我周邊所有嘅朋友都冇一個話會支持個女出嚟罷課咁。係啊，咁但係我覺得我自己有個觀點，我有自己嘅立場咯。我就知佢都幾大壓力嘅，因為有陣時我都睇喺房度自己偷偷咁喊咯。咁其實我都知道嘅。咁但係有陣時就做父母嘅唔需要多講，亦都唔想哎呀咩事啊女去追問佢嘅。有陣時只係遞一杯水啊，俾一條毛巾去抹下眼淚啊，輕拍佢個膊頭啊，其實已經有一個鼓勵嚟嘅咯。有陣時盡在不言中。佢唔係咁樣有圍欄噶嘛，佢以前係就咁就可以見到入去噶啦嘛。上星期五，過千中學生齊集政府總部參加罷課行列。既然時代挑戰我哋完成呢個歷史任務，我哋就要立足一個屬於我哋嘅時代，我哋嘅未來，我哋會奪回來。反對人大落閘，誓身公。市民作為公民，我就同你合作。
我覺得自己成長咗咯，因為一開始啦，覺得自己好冇信心去搞罷課啦，亦都對人大落閘好失望啦，唔知道自己可以做啲乜嘢。今日啦，即係見到我哋有1200人去進行集會咧，其實真係覺得好鼓舞同好開心啦，即係覺得自己做嘅冇白費到，而係成功嘅咯。今日926中學生白課之後，中學生會即刻去到關心成個社會發生咗啲咩事，我哋每一個人經過思考決定。是不是真的做這件事出來，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當每一個人學識了思考的時候，其實就算個政權有多麼強大，去到一個怎樣地步的時候，每一個人如果腦裡面有這個思考的時候，我覺得香港仍然未死，仍然都有希望。這個時候呢，一班最高成本承受著校長、家長、老師壓力的中學生都站出來的時候，我想問的就是說，成年人你們去了哪裡？開閘！開閘！開閘！罷課最終演變成包圍政府總部。他依然不出來跟我們溝通，我們要實行一個公民抗命不合作運動，去做更多事給社會上知道。我們為什麼我們中學生都要站在最前線出來？這個政權一定不會退出，他們用這麼不合理的武力去對手。我們才可以得到我們應該屬於我們自己的東西。在這裡宣布佔領中環正式啟動。星期六凌晨，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宣布行動開始，要求人大撤回政改決定，和特區政府重新啟動政改諮詢。無論是大學同學或者是中學同學，我和特區政府的高層都相當欣賞和肯定他們對社會時事的關心，但是無論是他們關心的時事在什麼問題，都要在一個合法、和平、理性的環境底下進行。佔中是以違法手段，以癱瘓香港核心地區運作，以達到脅迫中央和特區政府的行動。這個不是一般的市民意見表達的方式，而是違法的脅迫行為。政府拒絕佔中運動的要求，出動催淚彈和防暴隊對付示威人士。一夜之間，市民自發的佔領行動蔓延到中環、灣仔、銅鑼灣和旺角，警民對峙，通宵達旦。可以離開一條主要的幹線，俾翻今日翻工。